心有一点灵气啊，顺着咱种出来这条架，这是咱转变天元的武器啊。对着现世，咱只有用清净表示，咱爱是先天的法，生伫咱即马团的灵气啊。灵魂要有这么样稳，这是咱为主的天命，接到转来咱现世的心，上苍有这么样明的心，我再来讲回转来这条心，真法本意的灵魂，倒转清界咱的心。我有这条清澈的天性，转入到咱即马现世的心，是咱得通这点灵性，是咱母啊一生成咱即马这条教。无形伊是用印的，安尼我才会当讲通。今仔照着咱的心，甲引导转来，归咱的本性。这是通咱清家己的心，灵魂有落定落性，甲咱转有清净，这点元天的灵气，只有来讲顺家咱的心。这是咱一点清净的天，转过来咱这么稳的心，有咱一条清天的灵源。我再来讲顺家阿母啊，伊的心真理才是灵气，道德清净才是天。我有母娘定落来，转过着清净咱的心意啊，是咱以清净落法界。咱再来讲清咱的心有自在，合作伙的心。咱只有悟出现主是咱的灵相应合，我爱是先天降落我即马即个心田，伫我即个田中会当讲法生出着遮尼清，无形界爱你因会入来，安尼我再来讲着灵魂带倒转来我即马即个心，我爱是照着先天的理。今仔只有用天理入伫我即马心内底，这个道理，安尼我才会当将着这个天元来讲到这么顺的心，是咱敬天这点气，是咱家顺天，无形伊的本源清净，爱咱甲转甲这么稳的天灵，是咱顺家。一条心，阿母啊来讲行这么近，对着灵魂伊的灵性，咱只有行回清家己的心，是咱顺着正天的灵魂。阿母啊来讲着顺，一世人咱只有用天意，我爱是上自然的，天意是自然安尼运行的。所以讲，今日我咧做工课，嘛是照着先天，咱母娘啊，即间气转伫我即卖要传的意思，这就是咱的道理，道理就是道理，嘛是咱的正义，嘛是咱的义气，这就是咱通天这么清净。今日我要讲到源头，老母啊，伊这条心是咱行回正法这点灵性。我要讲的是堂堂正正，不偏不倚，这就是咱讲的灵源灵性。我要讲到这么清净的神入境，这是咱恢复灵源的灵性，转过到咱的心这么安定，灵魂伊的天性，转咱开青天。无形注定则是灵性，爱咱转落则是天灵，
上苍这点灵感，现伫咱这么顺透的开。我爱是照着灵源灵性，金宝现世清，度着这条灵性，敢若亲像咱原来迄个本性，咱叫做金宝娘娘，是咱用着安尼来表示。表示咱先天老母，伊是净出着咱现主时的气场，这是咱照着先天咱的神，是咱即马有这个格，咱才有这个神的力，来表明咱这个心是光的。我爱是上苍这条灵性，牵成我现主时的心。归咱的正觉正理来讲，这是以咱的心知影，你才用着这个口来代表这个意思，用着咱这世人咱的身躯的作为，你要做出着上标准、上水气的，这是咱回到的天灵。金宝啊，爱咱行是家己的心。因为你会当受到正规，今日拢讲要当正，咱要照着这个规律，安尼来讲出着咱这本经的法，是咱以清净的天理，要将着咱的心的真意，代表咱的出家法，就是你种种的法心所生。但是我今日所讲的世间心，是咱老母先天一传落过来，是咱用着这点灵气，你才会当行到先天。咱即马证出来，这个天人的法门，上苍伊爱咱的清净，清净就是你的心六个条啊，你袂直接乌白颠当动摇，这就是咱讲的灵源灵性。对着咱现主时的心运落来，晴天有露有灵气，转咱有定是顺天，咱有一条正法界。再来讲现世，咱的心有明。今仔我讲的是正法露天灵，转过着心嘛，这么安静。你有一点源头。源头就是上古早，所以今天咱要讲，莫讲要复原复古，啊，这才是咱原来这个圣意，这种的是真高顶就对啦。今天咱要行到真棒的关嘛，咱再来讲为太极归无境嘛，这个心你若无所求，你就定条条，在咱这嘛无分别、无相、无执，啊，这才是咱讲的天灵嘛。咱人爱无输败啊！你若有输，啊，你心就会敢那亲像讲有迄个负担嘛。哦，咱大输小输，咱的心会挂念嘛。啊，挂念咱就即马困袂去嘛。咱的脑心嘛，今心是伫咱脑内底啊。咱所有的逻辑，伊所有生出来啊。所以讲，我要讲的是现主时照着老母伊的真心。真心就无分别心嘛，所以讲我要讲的是正法这点灵性大道啊，圣门是咱用着这点灵气，要来讲着兑现咱行的这条原性啊，真理悟出清法界，教咱转灵定自在，合体无形上天性。转咱归元现世灵，这是咱母娘为主定，咱才有家己的心嘛，这么啊清净，是咱恢复灵源，咱爱这条灵性，灵天啊，就是咱的心甲灵啊，这就是咱在世的天理，话讲咱的命，甲咱的血。这是咱转的命啊，咱个人的心，你起会起。今仔我将着无讲出着咱现主席的接受，
这是咱母牛啊，伊的灵性要教咱的灵的成长，是咱转灵这个灵性转，就是你学晓，你现主是讲会出来，你定会调，这个心嘛不移，就讲无叮当。这则是咱讲的正觉正天的灵性，要讲到这么稳的天神灵源的天意，爱咱转灵归原体，无形顺家是天性，爱咱行的是显灵。今日神伊也显现，因为神伊也有咱人以前这种功能。今日要讲的是咱即马这个灵修。灵伊要产生大自然，这个法，这个力，这个光，这个清，是安尼，咱才会当讲恢复咱家己，恢复咱的原来这种标本。是咱讲到这条青天的灵性啦，我爱是大家标准，这个本性真多。咱有真理大道啊，你才会当讲教。安尼，咱亲像神啊，有这种灵主。今仔我要讲的是天元清净，老母娘娘伊的显世神啊，是咱要将着无生有在这个现场。有的是先天的原能，这种自然的力。和我直接传，因为这是咱的中原，要教咱每一条灵的心，这才是咱通灵这个天意，徛正无形这个上天，真理是天发性，爱咱转回来是无形境，我有一点清净的天，这是咱随着道灵这种灵感。现在咱这么顺头的天命，是咱兑现这点气，是咱悟到这条神出定啊！我爱是得通，因为我即马这个心的定力有够，佛祖讲叫做定心法。咱照着这个心无疑，吼、哦、无失，安尼咱才会当讲通天。你现主是清醒的，有的通是迷，有的通是失神，只有这个声音而已。今仔日我总包含，我用到这个气通出到我的声，但是我这个神是精彩的，又不是失功能的。所以讲，我对天、对地、对人在讲的话，我拢是明理的，拢是明白。因为这来意是咱先天无生有的这种定法，在这个法中，我用着真心要讲出着咱人以和合为贵，这是贵中的。所以讲，咱的讲话意义拢是真重要。这就是咱讲的青天发性，要讲甲心，你来甲这个神会堪赞。对着咱家己会当形容，咱灵的本性，大母传出着这本经，因为咱爱是凡世间，咱日常所有的经过，所有的作风，所有的体悟，你灵才会当爬起来，咱即马这个大虚空，因为咱爱是自由自在，外口是自由，咱内底是自在。安尼才会当生原本，这个真正的道，伊是生自然的，唔免阁学自然的。自然的力再大，因为无形胜过有形，咱所谓有形阁再做作，是咱有这点正天的灵气。咱再来讲有形先天的本性，现咱有定现世灵。咱再来讲清入咱的心，这是咱团一点灵气。咱有一条正天的顺性，因为无形你也看，
即马咱咧讲啊，讲疫情啊，过去咱写是瘟疫，所以无形，伊若要灭啥物，伊就足自然嘞。咱人无法度甲伊对抗啦，所以讲用安尼来形容，你就知影无形的力量，伊是胜过咱人自作搁再自作的力。今日修，就要修大自然这个无形，无法度看这条灵会光会力啦。是咱在世才会当体会这个真，无形胜有形，这个力差。所以讲，我要强调，咱现世是这个肉体，有形的就是暂时的，暂时就是少的，就是假。今仔日，我要用到这个假体来讲出到我甲老母相见，这个原形原体讲出来，这个原声安怎讲？要做咱每一个人，要做每一条灵，伊的气会当真清。这个神也当带着真大的力量作用，这才是咱恢复灵元的灵气啊！因为咱的灵爱靠着咱的能波，所以讲我用着这个气场，咱所有的物件有命的，你若无气，就点去啊！即卖疫情，即卖这个气候真干旱。咱所有鱼的水族，都拢死伫遐。所以，这就是咱天地的造成。咱今仔日爱有水火，咱身躯一定保持水火。所以讲，咱若无水，就所有的命都无法度活，因为水伊才有法度造起。所以讲，我要讲的是这条天然的灵性，转过着清净，咱的本性。无火嘛袂活，因为你无法度生诶，煮成熟诶。所以今日咱要讲诶，就是讲咱所有诶经过，拄啊出生，你所有诶捌诶拢是生疏诶。咱慢慢要照着你一念一念一丝一一一一站，安尼来甲你诶成熟，成熟阁会当周延周转，啊你才会当直接作用。今你无经过这个假体，你无经过你直接传直接连这个气袂清，因为咱人半清半落，老爸精老母火，白就是代表天，伊是清的，所以讲咱的老爸伊是清气的，老母伊是浊气的、落气的，所以讲落伊才会当生真济物件。清，伊只有一项单单念念，所以讲今日要讲的清，只有一条神，路伊会当生真济万物，是咱伊一点灵性。但是你这个路无真正一气，你就袂当生效。所以讲，咱人世间只有靠天气、地球或者气候，是咱转地。这么顺的天性，咱再来讲顺家这条天命。今仔日咱若无先天的命令，咱直接单号就是死号。你无这个物件好生，所以讲我要讲的是这点灵气。当下老母阿爷信时，我才会当接倒转来。我现主持这个心的健壮，要讲出着这个法来生。这才是咱正式熟好，葡萄成熟熟，是咱原来这点灵性，是咱要讲到清净，咱的本性有真侪用尺啊，用稻穗来代表，稻穗要出现的时阵，伊是清冷冷，所有这稻穗是向天的，等到八米的时阵，伊就点头啊，甲咱敬礼。所以修行人离袂开着枕头啊，皮薄菜，乱乱动，乱乱讲，乱乱形容。等到你形容拢较熟悉啦，这个力出来啊，你就会当谦顺啊，谦虚搁退让。咱过
球定咧讲，你若学国术、学拳头、学柔道、学跆拳道、柔道，你起码学三年，代表讲你起码有学功夫啊，有学到起码咱起码咧讲诶，即种道术啊，你会骄傲。那咧上擂台有无？拢是遮毋知死活啊！伊就拼起咧擂台要比冠军啊！等到你学十年、二十年，你才知影这个功夫的深奥，你就唔敢去啊！所以这拢是一个经验。咱来发会场，你也看，打开始的这强敌有无？这门生啊，这人有无？灵别啊，啊灵一出来啊，这个毛病有无？甲发会场，伊就伫遐表演啊！是咱要来讲到这点灵气。这世人，咱要做何伊会转？伊来看真济，了解真济。你这个心内底啊，才会当应合现场。发挥就是咧讲心法，大家直接集会，来讲出到这个道心，来讲出到这个道法，现出到神啊，这个殿铺。所以讲，你若到这个境界。咱所有咧接的，拢是合一的，唔是你讲你个，站站你个，啊我伫遮，啊咧等等我个，未归一，分散去，这会当讲是愈做愈团愈会心愈开，这就是咱现主持的智性，咱所有心灵啊未结合，你这条路线啊无法度归清净。是咱即卖咧讲，逐工咱要讲甲心会清，灵有即种感，或是觉者。今日要靠即条觉灵，会当互你全部知影，咱即个心的无境，现主时的处境，你真正心的完全无私的真境，这才是咱要讲的天元。因为心，咱会行甲真清气，真清气都无落的，无现主时，咱所有讲的无合情理的，这才是带有咱这么清净的天性，有咱这个心的元素，这个元素是自然来的。啊，咱不是讲用文字讲啊，我要来元素啊，照着这个元素，这个本性来讲的话。你若无靠灵啊，咱世间的心啊，你捌的是皮毛。只有灵，你才会当伫这个大虚空，归着你的溜溜细细，这种原来，这种结晶的力，啊，无你无法度结合啦。所以今日我要讲的是道灵、道性啊。不应该，伊要讲的是清楚。咱的心嘛，一股气要有神的标准。今日要讲，咱人甲神要合作伙，因咱有这身躯，一定要讲神。你甲这个清算，咱这个身躯已经归这个土啊。你这个角灵，再当甲我即马咧讲，这个主灵，就是咱即马咧指挥。咱一世人，你现主持的判断，你要做唔做，这个决定就是咱的主人、主事者。这就是咱活甲这么清净，咱个人有心，出家的现场，因为这是正法，无你嘛所给咱的先天道家这种指令，指令就是讲这种标准要让你做。今仔我愿啊，啊愿做做行，所以讲咱拢是愿行，愿就是心，你这个量爱有开，行就是你爱做会出来，唔是你凊彩做做嘞，那咧熬咸菜嘞，有诶自卑，就凊彩熬两过就好啊。今仔无爱搁落错落去啊，每一个人拢是落错，待伫即粒地球村，你才会当直接轮回。今日咱要完完全全，互伊结白，互伊加白，安尼咱才会当讲到遮尔顺的灵性。每一个人拢爱精进，
拢是爱咱现主持爱完整来完成着咱即世人诶旅行诶旅途，即就是咱回到诶天性。咱人定咧讲，工课做袂了，多见加深，你要了解，你无法度去甲测量。所以讲，咱人啊，每一样拢是人啊，好野人有好野人诶艰苦。善人爱去做功课，无佚佗伊嘛艰苦。你今仔日租厝，逐个月拢要来付这租金嘛艰苦，苦袂了，苦袂尽。是咱要行现主是你会成诶，当然爱担当啊，当然咱爱负这个付出着这个责任嘛。这则是咱讲诶天缘，每一个人拢有负责。今日这个债，有咱要来还债，有要来讨债，债无一定拢是歹。所以讲，这个业有善有恶。今日要讲正业，当然你要甲这个副业、甲头个完做好事。是咱无形这点灵性，世间活咧，你要安怎来做，则是有形。咱大家拢讲做无完成嘛，啊！你再会当过轮回，搁再生出着你这条命，命无一定做人，有诶做神，有诶阿修罗，有诶咱即卖讲诶做禽，有诶讲诶做兽。当然有诶是无法度翻身啦，歹事做甲真正天地无法度谢你，是咧顺着这点天缘。咱再来讲顺家的天理，咱人所有定的，就立法委员一定这个法。今日总统伊照着这你即马这个法，予你使用，予做咱的政令。所以讲，今日咱的法令就是政令，政就是咱即马的源头，上界管的这个府。就是讲，咱即马讲总统府，这是咱团这点灵性。今日修行嘛是伫咱的府的，安怎讲？五脏六腑，是咱一条青天的筋。咱再来讲顺甲，咱的本性内底这个府中，五脏六腑，是咱用着这条青天的灵性。要刻出着咱在世间你看有诶外面外表，就讲咱诶身躯、躯体、躯壳，是以清净这点灵性，要来讲着遮尔明诶天理。今日咱用声音咧传为主，你这个躯体，大家拢无认识，拢毋捌你，但是你这声音、这电波会当。更入诶，咱每一个人诶心内底，即条灵性生作用。咱今日录音出去，无看到我诶人嘛，无看到我安怎讲嘛，即、這个动作啊，即、這个丹田安怎行嘛，只有用声音安尼咱来流通。所以讲，咱就是爱安尼做，只有做啥，咱诶印德，印德就是讲你逐工做。唔免去求，啊！这则是咱的累积啦，咱的德行啦，咱的品德啦。啊！你如果若要做养德的，养德的呐，你做一个小代志，你就直接等，等讲啊，我去安怎做啦，安怎帮忙无善解人啦，啊，迄个未晓无，我就甲教甲会晓啦，迄个做养德，养德。你若要讲功德，你安尼讲出来就破啊！你根本嘛无啥物德行啦，无啥物，咱即马咧讲人品的价啦。阴德甲阳德，你爱分得清楚。所以讲上德啊，咱咧讲上贤就是上德，伊不德，傲人啊，伊袂得。这就是咱修行的本性。今日知影这个道理，
有真侪人伫遐探讨，你会伫边啊旁听，来做着你这两人伊所讲的话。安怎讲？两个伫遐咧论，就是道理无清楚，因才伫遐对论。是咱要等到这个时阵，你伫遐对论论袂出来的时阵，有咧甲你邀请，有咧甲你请示，你才将着这个道理来分配。来分享，这才是咱真正定波啦。今咱修，就是要修这个心，定定定。咱定来讲，你所有饲的物件，啊是咱即卖种植的物件，拢要修甲，互伊真水开。有个人讲讲，啊，我要来比赛，比到这个特定的绩效较悬。今日收钱嘛，要讲这个计小计大啦。啊，你收有无？都穿甲外表有无？啊，都讲几啊十年有无？大家咧甲你拜，但是你所有的作风，你所有流露，你现出是这个心灵的法门，啊，你都无法度超过着平常咱人人所有的感觉，啊，你就比无收较侪啦。是咱要来讲到这点灵性，众生啊，你若会出真心，你就是佛。啊，如果你若是佛，这个心若无虔诚啊，你也是众生。有咧讲阿佛啦，伊就永远拢伫天顶啊。你有甲这个佛性这个觉悟无？你就袂阁轮回啊。今仔日咧讲的，这个佛。你若无真心，这个佛就怎？家己放的，你家己认为，你这颗心已经清明啊！这不是天地，咱原来这个自然，这尊佛。所以讲，咱今日要分做真假修持，要知影讲，咱即马咧讲的本末，是咱有真济听。本就是咱原来这颗心，末就是怎？你一直转，累累细细这颗心，来到今啊，你听到这本经啊，啊，我就认为讲，啊，我这个心就转来源头啊，咱上虔的心，咱至诚的心，这是你家己安尼来论念的，安尼来认为。今日我所讲的大自然的心。我若无这个大自然这个心，我就无法度讲出着心内底所有这个真理。老母娘娘伊甲我扶持，要讲到这呢啊顺，就是用安尼啦。因咱有这个肉体嘛，绝对袂当讲是真呢，是真假你会当分明啊。这就是咱看现，咱这条灵性。转过着心的平和，真理安住天灵来，转咱气中合天性，有咱顺家这条心，这是咱应发的天意。阿婆阿来讲顺家这么清，是咱转到天元这点性，你才有母娘啊定甲咱这么清，因为这是咱的法。今天我讲的是心的来源，你这个法才会当生。有的是咱即马这个智慧心的法。今天我是要照先天定着我这个心轴，发射着我这个脑波。这才是咱讲通灵，通就是你来到源头，你会当想到源头来甲你肯定你在世间讲的正神正心。正法，你袂开到咱即卖咧讲的这颗心，你现讲啦。所以讲，修行人的这颗心若无现讲，你这个心还佫咧搞怪，你还佫有代情伫咧啦。天地是无情啊，造化都运行，咱现主是入不清。所以今仔我要讲的是这条青天的灵性。现开着我即马清净的本心，脑海中咱只有老母即股气，
这是咱传法本道性啦。世间要讲的，离开着你即马即个心思，你所有心捌的，现主是即境界周围。因为我要讲的是先天，路灵即条灵性转过着无形，即真气呀，拢是顺着即点天性，拢是化用咱当下即阵心明的性。真理原来出天果，教咱定法先天道，无形安住咱的真性，传咱顺家即阵心明，即拢是咱的天数。咱才有这么精的灵魂，无形伊的天意，只有来讲顺家路心，这是咱顺着通天的真。咱再来讲这么稳阿母啊一心，天缘应来定路心，爱咱转开定路心，上苍有咱来到这条缘。今咱离袂开着咱的元神、元脉、元祖啊！但是这是名称。今仔我要爱是这粒真元，现伫咱在世，你会当形容甲淋漓尽致，你一丝仔拢无马虎。我要讲甲心内底、内底这尊神在在在，这才是咱的力量。道就是咱，就是法，用到各种的法。各种所说，要甲你引导，你这个心啊，会坚持不移。是咱讲到这点灵气，世间人敢没有真心？是咱即马用到先天啊！你这个心若无真，你就无神，住伫遮啦。是咱用到这点灵气，要来讲到顺家，咱的天。是咱转到青天的真相，咱来讲到顺家这条天命。今仔咱讲有咧讲到讲气场，你今仔日这个所在，就讲咱的地理这条山，你真正有气场。咱即马即个外灵性，咱的影啊，咱所有的咧讲的影啊，这招有气场才带得着。你一间厝，若冷冷淡淡哦，拢一句句歌有无？咱即马讲七鸟啊遐有无？伫啊咧生官司，爽朱雀，你若伫遮动摇，你即个人足爱讲话，讲话了啊，言多必诈。爽朱雀，就是咱即马大个头前，若伤低，容易犯官司。七只话大个所在，叽叽格格，你也看会吵人未？是咱一条现主是灵性，咱爱顺甲稳稳定定，咱爱是无忌，这个中土，阳神阴土拢会当顺着这个天安尼来转，顺着咱人安尼来好，安尼来顺。今日要讲的是青天的灵性，咱要有效，咱要顺父母伊所有的判断。今日这条灵，就是一天公地母，咱要顺着天律地规，咱有讲叫做律规，有诶讲叫做规律。是咱真侪咧讲通灵灵通，伫遐正教我阿妈棍大条，你心若放会开。啥物都通啦！今日心若放袂开，你会当伫遐烧钱，钱甲大颔棍，啊无啊多，来有一种结论。是咱真正要明白，明白你就不争，不争了啦，袂烧钱，袂烧过，啊你袂当讲袂原谅别人。今日咱若真正心有量，你道理若知影，你就平和。因为讲较大声，啊，我点点卖因伊，等甲伊较顺啊，啊，咱再来讲，啊，你都唔免安尼大声细声，有诶臭屁我性，有诶黑虎性，有诶爆炸性，
爆炸性，是咱爱有这条现主是的灵性。修行只有修这个气，你这个财啊，对存。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性，咱大家拢爱拜财神、五路财神、八路财神，就是咱今物咧讲，你一天困，你无气，你就无运，无运你就歹命。别人有诶，你无嘛？你会怨，会叹嘛？煞咧，你会恨别人嘛？你会去计较别人、嫉妒别人嘛？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性。今日咱凡世间，咱只有朴实就好啊，会当过日就好啊。咱所有财富，你绝对赚袂倒转去。你要留予你的囝儿、囝孙啊，无一定就带会掉。有真济人无经过三代，予你足大片的，你就让别人。咱的西安村，咱过去的再生，咱即马咧讲的，咱现主持张天基，所有的囝孙，伫啊咧下念念，根本你都用袂着。安怎讲？像这因啊，政府收去，你经营不善，和建筑师和这个建筑公司提起出去啊，囝孙嘛是拢无好。所以讲，有诶讲，你留遮尔济，互囝孙，囝孙若无福德，阿嬷伊去做牛马。你留诶财产若留足济咧，囝孙若无重用啊，囝孙若无善用啊，伊开即世开了了，负债后世人啊，伊搁再轮回，伊生牛生做马来行这个债务。安尼是毋是去害着囝孙？所以讲道理你一定爱捌，你才袂真实。你现主是这个气，无咱道话袂讲精气神，来讲甲神伊个光力，光都无暗啊，暗是输个啊，光是光个啊，是咱用着这条正法的灵气。咱要讲到这么定步，限在咱这条灵啊，尤其是咱人做神啊，这个品格有无？这个品灵爱出来。啊，你唔通讲哦，我即马穿这身衫，我代表什么神尊？代表什么母娘？你爱有够格，当然拢是咧演咧学啦。但是你想要穿这身衫，你这个心都爱放下。我所有是要代表母娘伊的素质，这么平常，这么温和，这么柔顺，咱离袂开着顺天呐、啊。顺天，你如果若造成意外，天会赦你啊，不得已的，你来牺牲。这就是咱讲到这么清净的天元，阿婆啊，伊要讲到这么啊婉转。今日若无遮尔完整，你转袂过着你的心态、啊。每一个人啊，拢有咱的性质带来啦，先天啦、啊。咱大家用话要讲，大家拢讲我真好嘛。但是你的性，伫你咧做的，伫你咧讲的，这个有无？你永远改袂身啦。所以今日修持，就是咱的道性，道性就咱只要这个道处。你的兴趣，真多就是安尼发生。咱的兴趣要改善，所以讲江山可以胜难改。今日咱要修这个性，你看安尼有困难无？但是你心若抓会牢，你过去所有不如意、不合情理的，我都拢要甲淡掉。刚才阮阿爸讲甲甩掉，这才是咱讲的天元本意、道家这种灵机。今有真侪讲，你做灵机，要做到咱即马咧讲的玄机、圣机，代表咱即马讲天，伊所有代表性的天机，做机就做机啦。
做机是这个身躯和无形的来用的，所以咱就做机身机心，是咱用着这条灵活的灵气，你的心要放得开，什么机拢同款，机就是代表性的呀，代表无形的照着你现住时物的来讲经，这本心经上重要。人世间咧活伫日常中，你做会出来，这才是咱真正的功能功效。啊，无你这个功用用未出来，你有功都用未出来，无效啊。是咱有这点正天的本性，咱才会悟出玄调啊。今日我要讲的是在调，在我一生中，我会当调整我这个心，凡人被圣人，或者调性。这就是咱传法，咱的本性。人爱做神嘛，上界起码这世人你要了解到，咱人心所有拢是贪嗔痴，是咱要来讲到，咱不爱痴迷，咱不爱动怒。你这个心不爱为自己一直争落，一直迷落，安尼这道理完全拢未通啦。完全未通，你还阁落去地府读册。所以讲，今仔咱要讲的，咱无爱阁伫即个土地啦。咱今仔要倒转来，咱上界清楚的，咱的生存即阵神呐，要倒转来咱的本命星，这才是咱讲的灵性嘛。因为天罗你讲偌济啊，是咱要归元这个天意。今仔你已经知影。有咱太白星，有咱这个金星，有咱这个上苍，咱的天性不安的星。所以讲，我要讲的是咱的灵性，爱到等下咱的定型，这条线是咱的本命星在找啦，找你到等下原来这个天性啦。咱再来讲顺母这条天命，今仔咱照着这条咱讲的火星啦。火星就是咱这个神嘛，神龙大帝嘛，所以讲是咱这个火德，这粒真星，要来慢慢教示你这个心嘛，会当恢复光明。是安尼，咱才知影讲恢复正理这个天命。神龙大帝，伊是饲药草的，伊是发明咱现住是食的，就讲你讲咱的农业。所以讲，神龙大帝伊只是一个引行尔尔，伫咱这个个人的心嘛，你要生出着万物，你要生出着这个心的温暖，你要做别人的成功，家己一定要有主导权。唔是讲神龙大帝，哎，你就是讲啊，伊是穿树迄树叶啊，哎，就是面乌面白，迄只是一个相嘛，只是伊过去所有的。安尼运作，予人人来尊敬。今仔日咱唔免别人来尊敬，家己尊敬家己。啊，你心就使会出来这种真，这种力才是无穷。现咱度化先天神，转咱有运这么精，这才是咱出家的心意。好哎。哎呀啦吼哎嘿的哦哦啊咿耶的嘿的啊咿耶的嘿的哈哈哈哦啊咿耶的嘿的吼哎哎呀吼哎呀啦哦啊啊啊啊啊啊哦啊咿耶的嘿的哦啊耶啊哦啊
伊耶哩啊哦哦啊，嗨那吼啊伊耶哩啊伊耶哩啊伊耶哩伊哩吼伊哈啊啊伊伊伊，哦伊哩伊哩哦伊哩伊哩哦啊伊耶哩伊哩吼伊伊咯吼，嗨那哦啊伊耶哩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啊伊伊哈啊啊吼伊嗨那哈。哦耶哩嘿哩嘿，哦耶哩哦耶啊啊哦啊嘿，哎那哦啊咿耶哩，哎那哦啊咿耶哩，哦耶哎那哦啊嘿啊咿耶哩，哦啊咿耶哩哆哦啊耶啊哦啊咿耶嘿哩哦嘿，哎那咿耶嘿哩哦哦啊咿耶哩。哎呀吼嘿哎哎，哦耶哦耶哦耶，哎呀吼啊咿耶哩嘿哩啊啊哦啊咿耶哩嘿哩吼啊咿耶哩吼，哎呀哦啊咿耶哩嘿哩哦哦哦哎哎吼啊咿耶哩吼，哎呀吼啊咿耶哩哎啊哦啊咿耶嘿哩咯吼，哎呀哦啊咿耶哩嘿哩吼啊哎哎哦。哎哎哎吼吼嘿，哎那咿耶哩，咿耶哩嘿哩，哦耶哩啊啊哦啊嘿，哎那哎那呼啊咿耶哩，哦啊咿耶哩咿哩吼耶，哦耶哩，哦耶哩咿哩，哎那哦啊哦啊咿耶咿哩，哦啊咿耶吼咿耶哩啊耶。哎呀吼啊咿耶哩咿哩啊啊哦哎咿哩吼哎哎呀吼啊咿耶哩嘿哎呀吼啊咿耶哩咿哩嘿哦耶哩嘿哦耶哩嘿哎呀吼啊咿耶哩咿哩哦哎呀啦啵哎哈哦哎哎呀啊哦啊咿耶嘿哩哈哦嘿哈咿耶啊啊哦嘿嘿。哎呀啦吼啊咿耶哩嘿哩哦耶哩哦耶哈哈吼啊咿耶哩嘿，哎呀哦啊咿耶哩咿哩哦耶啊哦耶哩呵哦耶哩呵，哎呀嘿哦啊咿耶哩嘿哦耶哩咿哩嘿哦耶，哎呀吼啊咿耶哩咿哩吼啊哦啊哦啊，哎呀耶。哎呀咿耶嘿咯吼啊咿耶哩呼啊咿耶哩呼啊咿耶哩哦哦哎吼嘿哦吼啊嘿，哎呀呃啊咿耶哩咿哩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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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哎呀吼啊咿耶哩嘿哩哦啊咿耶呀吼嘿嘿嘿哦哦耶哦耶，哎呀咿耶哩嘿哩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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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吼啊咿耶哩嘿哩吼啊嘿嘿啊啊耶哦耶哩哦耶哩哦耶哦耶啊吼。Yeah.
啊哦啊咿耶嘞嘿，啊啊哦啊咿耶嘞嘿嘞嘞嘿嘞哦嘿嘞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嘞哦耶哈啊耶哦耶嘞耶耶哦耶嘞嘞哦耶啊啊哦啊耶。哎那那哦啊耶哦啊咿耶嘞哦哦嘿哎那耶啊哦啊咿耶嘞哦耶嘞耶耶啊啊哦啊咿耶嘞耶哦哦哦耶哎那咿耶嘞哦哦耶嘞耶哦咿耶嘞耶哦哦哈啊嘿啊哦耶嘞哦耶哈啊哦哦哦啊啊耶哦耶。哎呀哎呀哦哦哎呀嘞嘞哎那哦哎呀嘞嘞哎呦哎嘞哦哎嘞嘞哦啊哎那哦哎呀嘞嘞哦啊哦哎嘞哦哎那哦哎嘞哦哎那哎耶啊啊哦啊咿耶嘞嘞哦哦啊啊耶啊哦啊嘿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嘿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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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嘞哦哦啊咿耶嘞哦哎那哎那哦哦啊啊咿耶嘞嘞哦嘿哦啊啊哎哎哦哎哎哎哎嘞哦哎哎那咿耶嘞哦哦啊啊哦啊哦哦啊啊啊咿耶嘞嘞哦嘿哈哎那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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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嘿哎啊咿耶嘞嘞哦嘞嘞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哦哦耶耶哦耶耶哦耶哦耶啊啊哦啊咿耶嘞嘞哦耶耶哦耶啊哦啊咿耶嘞哦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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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哦耶哦耶哦哎那耶啊哦哦啊啊咿耶嘞哦啊咿耶哦啊咿耶嘞哈啊啊啊哦啊耶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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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嘿嘿啊啊啊哦啊咿耶嘞嘞哦耶哎那咿耶嘞嘞啊啊哦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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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啦啦咿耶呵，哎啦啊哦啊咿耶嘿嘿呵，哦耶哎啦咿耶嘿嘿呵，哦耶哦耶哦耶。Thank you.